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到底是因为你要求太高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你一直单身？一方面要求太高，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前期缺乏规划，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人长得文质彬彬，哦，谢谢。有个比较好的稳定公务员的工作，然后呢，收入也还不错。你没有选择去成家，对吧？你选择辞职，然后再去创业。就你脑海当中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到底是怎样？你要我是你爹妈，我也想不明白。一开始的话其实比较幼稚，也没有什么规划啊。然后后来的话其实是还是想找到一个好的平台，能够最大化的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价值。那你创业创着创着怎么又到这儿来找工作了吗？觉得还是缺乏资本，前期的投入还是必要的。那你主要应聘的岗位是创投类岗位？对对对。什么意思？对，就创业投资公司或者风险投资公司里面的选择投资项目或者看投资项目或者尽职调查这种岗位。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呢？因为我觉得看企业看得多，看得多，而且思考的就特别的深入，这样子。做一个模拟吧，比如说涂磊老师这儿，好，你要投对吧？你要先考虑哪些？我觉得我要先听一下，创业者他对于他创业项目的一个，不用听他，你就仅就对他的整个的才华已经了解，对吧？了解了。对，你自己觉得，如果你要投，你需要哪些？对，你要不要投我公司？那你要给我就是很清晰的 BP。 我觉得你干不了这个行业。如果你要开始考虑这事儿，你马上就开始想说，哎，涂磊老师那产品能不能标准化，第二它能不能平台化，第三它有没有深度的这个生态，第四有没有机会这个规模化，他会一系列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会先问问题，而不是他来跟我讲。你现在有着一个半个官员的心态，一直是背着手，对吧？然后你来，你跟我说说看吧，我再来看。你这样的方式你干不了创业。我都觉得你可以在菜市场或者在哪儿先开个小馆，让自己的所有面子在地上摩擦几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其实经受的摩擦其实已经很多了，包括我这一年就是尝试去创业，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然后您刚才说的那些其实我应该都心里都有知道，但是呢，我刚才就是我得先了解它的产品是什么，然后再去看它的标准化呀，那个生态呀这些。你为什么会有自信做一个你没做过的职位呢？比如说跟很多创业者交流，或者跟一些投资人交流，感觉就是自己的思维还可以。哎，这样，我做创投类节目，我做一年两载，我也不能说我能做好这个职业。我交流跟我去杨蓉那儿上班去帮他看项目是两回事儿。你看过几本关于创业的书？很少。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他没有接受过非常专业和体系的学习啊，我们就别说教育了，就自学可能都没有做到。是这样的，陈爵，其实我觉得从整个上半场来看，我不觉得说你做创投类好。其实你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财富，你看你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在做这个整个的税务这一块，这个的话其实是你是有一个很好的亮点的。考虑吗？不考虑。他根本不考虑。其实他的背景是特别好的，但是只是说他的选择的方向是不对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于创业。你们真是不了解人性啊。陈爵，男，39岁，浙江人，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公共管理专业，在职，在这个税务机关做了多少年？6年，好多年。12000的薪酬，他之所以愿意辞掉这个东西去创业，其实我们刚才所有的感觉下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你很有志向，但比较清高。我觉得你身上还有很浓的书生气，你也有很大的一番东西要报复，但是呢，我觉得你有点不够贴地飞行。可能大家觉得投资经理是一个很轻松的职位，或者是只要是看过一些案例或了解过这个行业就能做了。事实上其实在这个岗位的门槛是挺高的，要不然你又在这个创过业，有过成功的创业经验或者失败的创业经历，要不然确实你对这个领域有深的研究，比如说你看过很多的书，很多的案例，然后通过这些案例呢，你能够有很多自己思考的东西，然后并且在面试的时候能够讲出你的新的逻辑和你的思考。但我觉得从你的表现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以前的经历是不具备，另外就是你的整个对你项目的判断能力来讲都很浅。就是有很多的创业者甭管成功失败，叫创而优则投啊，现在是不管创人是优不优他都想变投。那么不管要创业还是要投资，其实关于投资的一些的创投圈的一些理论
是要去学习的。其实现在确实有一种现象是不太好的，就比如说没生过孩子去讲亲子教育的课，对吧？自己婚姻还不幸福，教别人什么情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说，难道医生要得了癌症才会治癌症吗？这是一回事吗？这不是一回事，那是可重复的方法论，好不好？这个东西，有些东西创业还是要自己有感触的。我们场下有很多做投资的，所以我们都见过大量的投资人，我们当然知道面前的这一位很显然不适合现在就去做一个投资公司的管理岗位。好，确定一下啊，这个底薪要求是16000以上吧？待会儿可能全灭灯，你要不要调？15000以上。这有啥区别呢，哥们儿？区别1000块。要调吗？不调了吧。好，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这个底薪要求是16000以上吧？待会儿可能全灭灯，你要不要调？15000以上。这有啥区别呢，哥们儿？要调吗？不调了吧。好，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